可以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样好的成绩。这里面是成为第一个，就是1968年以来第一个女反对党赢得第一个那种单选区域席兰。对于这样的，对于本地的 opposition politics 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我觉得这应该可以鼓励女性参政吧。也就是说，现在女性也在政治上也抬头了，也有机会重选。所以我觉得这对整个新加坡政治的发展呢是件好事。先生是否考虑在下一次大选挑战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席？下次大选还有3年吧，哈，你就到时再看。我不想回答这些假设的问题。那个 A 事件对这次的那个成绩有多大的影响？很难以评估，因为你也看到在群众大会上面，其实我们谈 A 的事情谈的很少。我最后一场参加大会只是提到大概一两句而已。所以主要还是民生的问题吧。那你也提到说，这 PAP 感觉是已经贬值了，就从胡安亚时代到过渡到现在的简荣时代。那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论点，是不是已经获得就是选民的一些共鸣了？那你要去问选民，我只是把这个事实呢，跟我的担心、我的担忧看法，说出来，那由选民去判断。刘先生，这政治一个评论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一年半在国会小镇差强人意啊。您现在对于这个同样的这个评论，您现在的看法？其实这一个评论呢，我在群众大会已经回答过了，我不想再重复我回答的问题。可是共产党在这个视角上就是赢得这样大的波山了，在这个视角上本来就不太好，是说反对党能在视角上里面获胜的。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怎么讲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非常感谢榜儿东选民的支持。然后大概我们几时能预料，就是你们announce那个考考生会什么样的安排？那个你要等一下子，因为这个我们党主席都会处理这个有关的这个市政会交界的一些问题。会不会担心有这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好像就如这个 AIM 的事件显示说，已经工人党经历过很棘手的接手后港市政理事会的问题，也经历过接手阿依尼巨选区的市政理事会。我想我们有足够的经验、魄力和毅力，管理好榜儿东市政理事会。这次的胜利跟榜儿东离阿育尼和后港都很靠近，有没有关系？您自己认为？我的娘家在后港吗？No, I mean, for this particular campaign, of course, being the only woman, you know, people would pay attention more to that fact. And I think also, as I mentioned earlier,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more women in politics more because politicians a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society as a whole. And we like, of course, for parliament to be as representative as possible. So I think having more women would definitely help rather than hurt, lah. You know, I certainly don't think we needed another man in Punggol East. Okay, thanks a lot.